问题啊，我们在做一款 APP， 在做一个市场调查，可以问一下您几个问题吗？好，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叫记忆银行的 APP， 是他们老外搞的，然后是这样的，就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？好，是这样，你有跟妈妈一起拍过视频吗？没有是吧？那你想要有一个 APP 可以让您就是把一些记忆都储存到上面吗？可以是吧？然后在未来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可以打开它，然后把它分享到您需要你想要给的人，这样可以吧？然后我们的 APP 的第二个功能呢，就是家族树，就是你可以跟着亲戚跟着家人一起做这样一个树，然后呢就是把它储存起来之后呢，你想要在任何时间，然后把它根据你年龄的增长，然后把自己的详细资料往上面加，然后一直做到就是您走的时候呢，就把一个二维码放到您的那个墓碑上面，这样就你亲戚朋友只要一扫就会出现海量的资料，就不用靠人，这样讲就可以了。就是如果有这样的 APP 的话，你想要尝试一下吗？可以。是的，那如果这样这个 APP 是需要付费的，你会尝试吗？如果它功能就是让我觉得它值得付费的，我就可以付费。是吧？好，谢谢你。没有，谢谢。Bank of Memories. Open your eyes, open your mind.